Hello， 塔瓦哥。Hello， 永春。午安啊，午安。Hello， 新人，谢谢国医生的文手礼，感谢感谢。Hello， 店长，谢谢启军送的小蛋糕，昨天吃的蛋糕有点腻，好可怕。Hello， 双眼。Hello， 无间。Hello， 艾拉。Hello， 小猪耳朵。Hello， 我就懒。Hello， 小易。中午好，瑞和。谢谢冠文送的爆竹，捐血中只剩一只手，稍打字，好可怕！捐血中不要乱动啊！谢谢勇哥送的告白气球，你这样有比较感觉不到那个针头吗 ？Tabasco 不是 ，Tabasco 在隔壁吼，他有开吼。Tabasco 麻油。中午好，笑笑。Hello Olay，Hello 玄米 ，Hello 听水，谢谢羊毛露不分享直播间 ，Hello 鲁蛇 ，Hello Cam， 谢谢洛里送的告白气球，感谢。是阿甘喜送的比心，菜市场吗？没有，我们几个在一起就变这样。谢谢 Jack 送的爱心小蛋糕，午安午安大家午安。年播真的好笑，我们不知道在干嘛。哈密瓜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因为有一种哈味。Hello， 好好 ，Hello。昨天写字写得很好看，谢谢。哎，那真的难写，我真的是以后再也不写，自己写红包袋。谢谢洛里送的比心 ，Hello 奶奶，大家午安午安。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。今天很好看，应该是光的关系吧。光的关系，杀了很多耳机党人，抱歉。吵闹度，跟你讲，我们练习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么吵。好，小白兔。嗨嗨阿神 ，Hello 卡丘，谢谢沙罗送的爆竹 ，Hello 朱飞 ，Hello， 我们练习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子的，很吵，很吵，很吵。我们在台上就会很安静，但私底下就会超吵的。你要跟大家打个招呼。你讲。好了，可以吃东西了。才不是因为我啦！用完那个是写回不去的傻眼，我们就是用手写，我们比较辛苦。英子的草主笔不要，谢谢红包，谢谢洛黎送给大家的红包。没关系啊，纸而已，不要吃纸哈。哇，我抽到41，赞哦！看看大家手机，对啊，哎，有人抽到81，这我也还好。怎样啦？哇，我也还好哎。我以为我其实很厉害，但是我是倒数第二个，你知道吗？好可怜。Hello，Hello， 刚刚 Hello 家人 ，Hello 维文 ，Hello 玄 ，Hello 鬼之歌，谢谢人 life 送的爆竹。谢谢洛黎送给大家的红包，一瓶也是41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也是。风铃花又开了一部分了，蓬勃发展，赞赞。谢谢小猪送的爆竹 ，Hello 元辰，大家午安。Hello 风，谢谢专情我送的玫瑰 ，Hello Hello。谢谢小猪送的比心。Hello 家人，之前送的爆竹，今天比较 O 一点，还行。哎，你只是多我一倍嘛，没差啦，对吧？没关系的，好不好？没关系的，去我的江平原王国取暖就好了。还有我 ，Hello Fly，Hello 茶杯 ，Hello 志军 ，Hello 傅维，晚安，大家吃午餐了吗？我刚叫了外送，好喝。我帮你加个蛋，他有加吗？可能有吧。有吗？你等下再多吃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还在起司蛋，可能粘在一起的吧。嗯，好。你有好的客数。我不是加了蛋了吗？给我骗！我的蛋10块只要。有好，刚好有蛋。爸就打电话了，客诉，给他送一颗蛋过来，自己煎，我自己煎就好了，还要他送。刚吃饱吃什么？
包饺子的吗？我上礼拜日包了，对，我们包了地狱饺子，很可怕。那什么阿爸饺子？就是元宝啊，过年嘛。你说为什么我们要玩吗？就只是无聊而已。那为什么要加巧克力酱？就是因为无聊。我们就是想说，哎，来点有趣一点的东西。二十。然后就开始后悔，在吃下去的瞬间就，这是什么？嗨嗨，超级弟弟安安，有放到蛋，有放到蛋，锅烧意面，哎，好想吃哦，很久没吃这种了。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在桃园，然后我们都会在平镇，然后我之后就会下课都会到中立去，然后那边有一家锅烧意面，很便宜，45块几块钱，然后超级好吃。这是传说中的小锅短袜，为了吃的跑去别国，什么别国？桃园中立一天一国吗？不要乱站，那都是桃园好不好？别抢，小心被打。不是，他们也是领桃园的那个身份证啊。我没有乱讲话，他们还写桃园市，好不好？桃园市。第一次要包，我们不喜欢吃，没有没有，就是要包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我们是走一个奇怪系。上次叫 Uber 少放东西，他们全部退，他们好像通常都会直接全退。对，谢谢专请我送的爆竹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你要领红包。今年要领红包，你要跟粉丝们领，没有，你要叫他们爸爸，他们就会给你红包。妈咪，爸爸，不会选择了。爸爸，我要红包，爸，随便乱叫，见人就叫。嗨，喜恩 ，Hello， 浩毅，终日一笑。Hello， 谢谢文文送的小浪花。Hello， Ricky。Hello， 相遇的心动。Hello， 流星，久不见。嗨嗨，谢谢原来送的枫叶。我要等你们，等你们给啊！我看你们今天诚意多少，我再包多少，好不好？都不要包。你们不给的话，我就不送。超过分。你今天很可怜，他穿的是我上次送他的衣服一整套。好不好？上衣加裙子加外套，我真的觉得啊，今天太可怜了。你看，他就是告诉我他没衣服穿了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防外套。上次被你嫌那个起毛球之后，真的没有了。对，好惨。穿的就是很久之前那种猫咪的。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你长大了好不好？16岁，不要穿猫咪了。我没有长大。你要长大，你长大了，你长得还比较超龄了一点。妈。你长得超灵，我进去。好，那没关系啊，那我房间不能吃东西。你出来再进去。你不要进去。不行，你去阳台。我要。就刚才那种真情告白，这是穿旧的衣服跟你领新的吗？对，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，够哭穷。这些都是好比心。啊，他超前部署了，好不好？有一天晚上我就跟妈咪讲说，好久没被你抢，好可怕，超好笑。我说你是粉丝吗？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，小朋友不要这样。几班？可怕、啊。Hello Hello， 熊猫也好，谢谢年年送的爆竹，安安安仔安安，好不好？安安。现在很忙，我在建设我的国家，每天都要建设我的国家。因为未来战我已经抽了70-80抽，一直抽不到新角色，所以我已经有点微放弃这东西。你的国家，怎么了？感觉那边都是只会抢财源，国家规划得很好，那个大厅有没有很气派？而且他们，谢谢小孩送的红白应援棒，有种世家突击成员包包的即视感，为什么？真的很贴心，就不会出现这个可以傻眼。我在玩跑跑姜饼人王，他很可爱。我已经30等了，我30等去吃你东西，30等。
鸡呀、啊，哇！那你可以放给别人吃。那我跟你讲，明天好蛋糕，请你把它吃光。那边好披萨，我真的没办法。两个都是我绝对不会吃的东西。你不要，哎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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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再拿给你吃。Hello， 我要。不要。Hello， 奥克哟。可怕、啊，怎么剩一堆放我家？我就说你们带走，我就说这东西我都不会吃，拜托你们拿走。我说不要，我回家，拜拜。就这样，双手一摊。然后昨天一个人，他们走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去楼下丢垃圾，觉得哦好可怜哦。我是不是已经提早在过年了？谢谢西瓜送的爆竹。干嘛？可是披萨真的吃不完哦，已经很努力了。可是我昨天吃两片，两片我就快要死了。我就觉得，我已经看到人生的白光了。啊，钱包都破掉了，傻眼。现在是要送的幸运四叶草，他们都在看你，烦死了。不要，好，他说不要，等好抱歉了哈。看你的诚意，妮妮就会出来，你懂的，你懂的。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还是你要帮我放红包歌？谢谢洛璃送的幸运四叶草。之前说的烂邻居回来了吗？哪里烂邻居？我邻居的门每次都叽叽叫，他今天应该还没出门。剩下的给隔壁的什么？剩下那里？人好该出镜吧？你今天开直播？没有。哦。七七有抽新角色吗？我抽不到没，我抽了80抽，我倾家荡产，什么都什么鬼都没有。Hello， 特里酱 ，Hello， 新鲜柠檬。哦、oh, ，回来了，他们三号就回来了，所以我会直接回去找阿妈。听说你的昵称是月亮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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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才不是。谢谢肖大圣的214爱。感谢。倾家荡产，只为养你。没有。你吃什么？你吃饭了不？吃午餐？早午餐？谢谢元旦送的红白应援棒。不要放，你要乱取名字。你们这些臭直男。我已经很努力在收了。你这些臭直男，你们就追走，你们就被风吹走，好不好？不要出门啦，怕你被风吹走，就跟那个天灯一样，吼，造成社会上的污染，不可以这样。我差点东西喷出来。你不要弄脏我沙发，房东的。我昨天就看他们把饮料，就是可乐洒到沙发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一直笑，然后手上要拿东西，你拜托把它放下。很可怕、欸。不是不是哈，你就不能乱帮人家取名字？傻眼！我不能接受，就是别人乱骂人。我也是，好不好？有捡过枪的，而且一直都是上膛的状态。谢谢阿凯送的爆竹，哇，真的是爆竹！阿丹好好讲话，你知道抽到药库饼干了？我昨天就抽到了，而且我还抽到那个，这个石榴饼干，好赞的！虽然不知道强不强，但还是就是你知道，可爱就养着，好吧？我这玩游戏看长相，那个攻击值高不高，我觉得没差。所以像我的未来在崩坏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因为我每个都很喜欢，每个都养，我也养。我想喝咖啡了。你知道什么买咖啡吗？因为要抽运费。有可爱就养着，我觉得你们会破产的，因为我们有太多可爱的。还有，我就在那边抱暖一下。不知道你想干嘛。感恩。哎、欸，
已经有带那个袋子吗？没有。什么袋子？就是我之前拿给你的那个袋子。不是，我说就是你扛回家的那个袋子。没有，没关系，我还有袋子，我有很多袋子。我也是，一个塞满，全都要。养了很多，但永远都同样五只，只是玩的那个战力都是那五只。谁是姨啊？好会讲话、啊，新年都这样乱讲话。可以养你家的柴犬吗？可以。Hello 陈恩 ，Hello 品贤，我每次都他每次都就是有点延迟，超烦，那改不了。画面吗？嗯，然后比较久的一点，可能吧。哎，星期三孩子报名吗？好久不见，为什么呀？卡住了，回来了。Hello， 浩浩，好哦，沙鲁，大家大新年大扫除了吗？今年我都还没大扫除，刚刚是不是跳点？嗯，是不是大家大扫除？给我抢店，傻眼，我还没扫，我还没，我等下下午或晚上是弄一下。我是想说，反正他们都要用这样的房间，我干嘛要扫？全部都会跑掉吗？这样讲好吗？不要，这样讲好吗？你这画面奇怪，看完直播再说，上礼拜扫了，今天还没扫。Hello， 附身。因为原本想说回桃园的时候扫，但发现没办法回桃园，所以今年就是在这边，然后再直接回阿妈家。误会是吗？误会啊，他只能在笼子里面，因为阿妈家是不是那种要拖鞋进去，所以地板很脏。他变灰色，还不错啊。屁好，小灰包。屁好，那我不过没是灰色的，这么脏脏灰灰的。Hello。月笑，今天来签到，好的，等一下要忙是吗？要帮你捏人权马赛克，要这样，要遮住这样。是可爱长大了。我当然说了，不是我说的。我出狗了。好，西恩，拜拜。是你对他有人权吗？不要一直没事乱呛，真是的。哎，那我大扫除要怎么扫？拿先扫地，然后再拖地。对。还要擦一下其他地方吧。可是反正只会。不是这样讲的啊，你啊，反正你之后还是吃饱还是会饿，那你不要吃吧，不一样的概念。哦，傻眼呢，政治正确。早安草莓酱，是早安是才刚起来吗？哎、欸，大家应该都放假了吧？嗯、公司也放假了，今天放假。对啊，难怪会跳电。都放假了哎、欸，你要一起吃晚餐吗？还是你要回家？今天要吃晚餐，今天吃午餐，家里吃饭。好，我差点忘记要怎么讲。还是你要去我家帮忙吃？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可以养狗的部分。会怕会怕。Hello Hello， 真的会怕。放假了耶！ Yeah! 大家过年有打算怎么度过吗？就是因为不能出门嘛，所以你们有什么方案？方案的部分。对啊，不能出门。不能出门应该挺无聊的吧？放完没出门吧，两天都没出门。我们应该是走着阿妈家附近走走吧。我想说，太无聊的话，我就带一些道具，然后逼我姐去那个山上帮我拍照。但我觉得应该，她拍出来的东西哈，我应该觉得，哦，凑一些照片，凑一些照片。没有 PS5， 带 PS4 好了。有 iPhone 12 Pro 看浪，还是要节点？哎、欸，应该是浪，应该是本身就是蛮耗电。嗯，没办法，所以我用旧手机开，我怕我的手机坏掉。这要上场吗？啊，节点。
回阿妈家，然后在家里或附近打打球，嗯，好健康的生活。当沙发马铃薯，你要发芽吗？偷水姐姐，没有没有，不然我请我妈好了。有二十张中一张是好的。要一个吗？你要喝一口吗？小心啊！直播都很好，对啊，而且手机都会很烫。沙发马铃薯车车，哎、欸，你们要看林杰车车把我撞成什么样子吗？他现在越来越大块。你不要喷出来啦！林杰车车，哈哈哈哈哈 ！Win win boom！ 他怎么弄的？我这时候看到。What？Yes， 就是我们练舞的时候，因为教室不、欸、已经好很多了。我们教室比较小，然后我们在转圈，然后一个就是它，因为就是一个身数、啊，就是五岁啊。对，就反正就我们很近，然后就转，我就哇，真的是旋转又跳跃，我直接闭着眼，知道吗？太痛了，我就跳跳。然后继续跳，然后就一大片，超夸张的。林杰车车很夸张哎，他现在还好，没有很痛。前几天很拍他，不行，前几天真的很痛。因为这块黄黄。林杰没事了，林杰手都在断掉。我可是石头人，拜托，跟石头人不撞成这样。这不知道很好。很夸张哎，真可怕吗？他其实抽血，已经第三天了。他第一天是小小的，然后第二天，哎、欸，第一天小小的，然后超肿。他撞当下就啊，好痛，他就好肿，回到家就是练习结束之后还是有点痛哎，然后隔天就肿超大一块，然后就太痛了吧，好笑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哦，这已经第四天了。你要练你车车吗？不要不要。今礼拜三，一二三，啊，其实第五天嘞，第五天还长这个样子，因为是礼拜六练的，很可怕，很可怕哎，真是淤青。对啊，现在应该是可以疗愈，没哎，现在应该是要开始热敷了吧？对啊，要开始热敷了。不是说淤青揉一揉就会开。一开始可能会长这个样子，我觉得无限扩大，会变淡吧，什么黄黄，阿杰车车，阿杰车车，而且它其实也还是有点微肿，就是你看出来，他们两个有差，还是这边是凹进去，然后这边是肿出来的，难怪你要穿那么长，也没有啊，我看哦，就是因为被家暴，所以不想被发现，所以穿长的，姐姐。他昨天也就是撞到我这边，所以我其实很怕他这边有淤青。他怎么又撞到了？他小了，哈哈，然后碰到了，我要出车祸了，我要出车祸了，我的手，会怕、欸。妮妮车车，妮妮车车去撞路边的东西，不要撞我。你感觉就像个三宝会撞一下路灯的那种。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说，我想要学骑车，他就说你不要，你就会撞人。不行不行，好可怕！你上路跟我讲，我不走那条。我觉得人家站在那里都可以撞他。还不换嘞？撞到当下赶快冰敷。没办法，那时候没有想到，就是没有办法冰敷，然后就算了，就让他自然的，就是可以躺在地板冰。然后昨天马有来，因为他要买一些就是东西这样。要送那个他朋友的东西，就蛋糕吧。然后他就因为我冰箱太小了，他就把窗户，我就说你把窗户打开，然后放外面。哦，那时候年底那一天啊，就12月31日那天不是很冷，超冷的。然后班导是1月1日，我们那天要把他庆生，然后可是冰就是蛋糕没地方冰，嗯，我就放在那个窗户外面。真的，我们把他就是好像来到日本，当北海道超冷哦，笑死，老师的生活智慧哦。林杰完全没受伤，林杰完全没受伤，这
外面算蛮凉的、啊，至少不会就是房间那么温。曹主持每天可以543，真的吗？我们撞起来就长这样。我很怕林杰开碰碰车，你该直接飞出去吧？人家是直线7秒，他加速只要2秒。你觉得麦克风打到跟这个打到哪个痛？我觉得这个比较痛，因为它是它转圈，我在它左边，它是这边，这边，然后敲到，然后我就不会讲话，我直接失去语言能力。我是被两只麦克风夹手指，哦，也是 reset 转圈子，天哪，好险！黑卡战士，你防得住？为什么？我的战斗力虽然强，但我防御等级蛮低的，而且我点战斗力的地方在嘴巴上，不是在手上，抱歉。4秒钟。Hello， Andrew， 你好啊 ，Andrew。午安午安 ，Kusi， 狂战士，超跑情人梦月下。谢谢 Ricky 送的文手礼，感恩感恩。文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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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刚擦口红。没有，是用文的。别碰我，别碰我。哭。过年了吗？是啊，现在该下载一些什么麻将类的，可以找石瑶。还连线这样，连线对战。好，应该找黄姐姐。我知道。上线一起打麻将。各种姐姐们。Hello Mark。Hello， 又被拒绝。没有，习惯性就好了。Hello Alpha。Hello 小亮。谢谢 Chris 送的新春灯笼，那个是春，跟我昨天写的差不多漂亮。三缺一等你加一，好蠢！我那时候写错，好看好蠢，对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因为一直笑，然后就啊写错了。Hello 雅痞神探，那好了好了，午安午安午安，我还没吃午餐。出 TP 三缺一，我还不完爆。我觉得你可以去配音。我也觉得我应该蛮行的。自己叫啊碰啦，臭懵懂，哎呀。小手勿碰，这样。碰碰湖大三元。好、哦，是有的，那不会也硬给他临摹出来，真的。我觉得书法，我那时候在写，一开始在写的时候，就写的跟画画一样。我来写。哦，我还有啦、啊，你要写吗？你就玩了，反正有剩那么多红包袋，等下吧。红包袋很贵，便宜好不好？他们说很贵，没有没有便宜，真的。一起五，对，上班不能看。哎、欸，你现在还上班？为什么？我以为已经放假了，辛苦你了。Hello， 小雨，怎么那么辛苦？现在还在上班？我上班在大扫除，我上班在拆家吧，吓死我了，那开始拆了。看到没有？我要抽觉醒的希尔德，哎，看这个新年，不要乱讲话，这是太难抽，这好像都要保底才抽得到。今天大家都开始放假啦、啊！啊好啊，懒，服务业没放假，这种事啊，对了，服务业辛苦了，是新弟，新弟也很可爱，新弟也很好用。我先倾家荡产，大家看这个上面的东西全没了，我一直在抽，全没了。不要叫我抽啊，抽烂了他就抽，我就念我了。我朋友保底才抽到，他抽了150抽才抽到，很多哎、欸。我看那个爬文，有人上网就是有人写说他花了20000块没抽到，然后他可以养我哎、欸。我也可以。久哎、欸，我也可以。哦、我只能一个月。不行啊，一个月太快了。不是啊，我要付水电啊。哦。对啊。哦、你说包这个？对啊，当然。你感觉很欧？没有。有在玩？好
好了，抽十抽，哎，免费的，现在都有免费十抽。哦，只有 SR 而已。真的是没办法哎、欸。这个游戏只来玩那个抽卡。对对，这个游戏只没有拿来玩抽卡，因为我已经把角色养烂了，我要全部重启的话，就是我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心力，所以我已经放弃这件事情。买乐透前先抽的。买乐透前先抽也太辛苦了吧。没抽到被殴，我怎么会这样人吗？你们怎么这样讲我？追追我，太过分了！我都不动手动脚的，我都言语暴力，言语霸凌，一个人就是这样，比较霸凌的部分。什么？夸张了？夸张了？哎，好，再说吧，我感觉不到。什么脸好丑啊！好烦哦。好烦人呢你啊啊！怎么会烦你？先不要，自由签约。因为我要打什么比较好啊？模拟战都在模拟，故事主线好了。七七都淤青这么大了，还被误会，对他表弟，他写1%还是几%忘记了。反正对我来说应该是不可能啦、啊，我这么废，真的是超级废的，就是对于抽卡这种东西。可是我的姜饼人倒抽的还不错。等一下，我先弄好我的战队，我再跟你们聊天。太认真，太认真。上班呢、啊，上班呢、啊，请你吃午餐呢、欸，好不好？就要给我去上班哦。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，不要乱帮我弄，想害我，再开就好了，还是开一次，不可以这样。好。霸凌现场哪有什么霸凌现场，明就不要这样。素餐哪里存的，就叫你存，不要存那么厚。我会几岁而已，16，你要几岁了、啊、我们不谈不谈，我只要看起来年轻就好。你不要笑，搞不好我40岁到底长这样，就跟你讲，你超前部署。跟你讲了哦，不相信我。是啊，52长这样哎。不错不错，我刚才长得跟我妈一样，因为我妈跟我长得实在太像。年轻的时候，我爸就说：“你跟你妈越来越像。”我就哦，那好像是一个夸奖。我爸跟阿公一样，完全。跟你讲，有一个差。这是好事还是不好事的事情？要看你觉得你阿公帅不帅。Hello， 扔掉了，扔掉了。别人吹否卡下。我卡下很好吃呢，串这个，它是那种。意式香料面包，这闻到生臭了。它有香料味，你应该是闻错。养了两只这么会掉毛的狗，鼻子果然会不好。谢谢空空的告白气球，我觉得旧的告白气球比较可爱。终于吃播了，这不就是旧的吗？对，我是旧的、啊，因为新的不是那个烟火光的气球吗？烟火吧。荧光气球吧，傻眼。
旁边玉轮好不好？你们快刮干了。我们没有人大一轮的吧？思雨跟没有吧？也没有啊。就切换大一轮。先嘴啊！你好坏。那姐姐觉得难过，哎，觉得突然觉得鼻子痒的，哎，还可能还是水吧。应该是还没醒，我觉得。吃播台，台大吉打野，我每天中午都在吃。啊，中午就是要吃饭啊，不然。谢谢杨雄送的告白气球，感恩。零尊重，哎，你们也没在尊重我啊。你们没有尊重过我。过年你们最害怕被问到什么问题？今年几岁了？薪资多少？我昨天去看中医，然后旁边有个人就是还咨询这样，他就那个姐姐就问那个妹妹，说你现在几岁？他就我现在几岁？不是啊，你怎么连自己几岁都不知道啊？他问他妈，我说，他说现在今年2021那姐的，我说不对，你真的不知道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几岁。我说他过怎么过日子？有些人真的会忘记，住在宿舍，还好上班上到初三，太辛苦了吧？好，念书，我跟你讲啦，我已经毕业了。谢谢你觉得我需要念书，好爽哦、喔！谢谢修改昵称加5027889，谢谢。我只是长得比较像学生而已，谢谢。好好读书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就是看女生怎么看年纪。加油！好强哦、喔，好开心哦、喔。就像有个之前有个留言说，就是骂我整形脸这样，嗯，我知道，超爽的，好开心哦。什么时候开学啊？应该是三月，二月底开学啊，对，二月底。哎，学不到吗？不，你只要去那种美容科那边多走两圈，就知道怎么认识，怎么知道女生的年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会。因为他们就会就是你会看得到女生化妆跟没化妆的差别，像我们说的可以，尤其是我起不来，我化妆就要5点起来，然后6:15之前一定要出门，然后到那边就7:30，超远，化妆比较化妆。他想可能有点想呛我要去读书吧，就是想不到我已经毕业了，想到我长得跟学生一样年轻，受不了。我大学是没被当过的、哦，我还没被当、啊，他好像才高中，爸，好快哦，再过半学期就要高二了，时间马上过蛮快，而且我觉得高中真的过很快，如果你是不是读。普通的话，你是读职校的话，就更快，因为你在准备什么东西。嗯，然后看看这个人叫什么，他从哪来的？他是一只羊哎、欸，他花了75个浪花消费，好抠哦，好抠，只花75。哎、欸，卡住了。学姐永远化全妆，超早起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可以，就是化妆上，因为之前任何一个学校应该都是不能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后来都就好像都开放一点的，慢慢化妆这样，从眉毛啊、底妆什么的。因为我是主播，我干嘛花钱？妈，你只会花了我是。哦，没洗了影呢，现在可以啊。免费仔，原来是免费仔的部分。嗯，刷个关卡好了。
没有啦，我是要看人啦，有些就是不必当人看，所以就是想说，哎，就是这样心情也蛮好的。上大学什么都没学，只学会看懂女生化妆。哎，这个其实很难看懂哎。零七标零七是什么？我以为他打零八，想说就是那种台语的那种强调字的零七，我是真的零八。想强调字啊啊，是啊，很害羞哎，妹妹要妹夫了，卡哇伊哦，真的蛮喜欢这种类型的人，好可爱哦。看懂化妆，化妆怎么看懂？就是看他有没有化妆，因为很多男生应该看不出来这个女生到底有没有化妆，或者是有没有化眼线，或者是有没有弄睫毛膏。只要那个女生化妆的方法再厉害一点，应该就是看不太出来。对，你看不太出来，我觉得可以再浅一点嘛。你的眼妆都对，我努力了。没有吧？你真的很棒。妹妹，你今天又没有要工作，你干嘛要化那么重？这小朋友也不用化那么重吧，因为今天得清楚，就是还要得手术的。哎呀，不要比钱，哎，所以你刚真的打错是不是？你刚打零七，他真的打错了。哎，大家不要这样，不要呛他，我们谈钱伤感情，而且要过年了，所以你薪水多少啊？不是，浓淡分得出来吧？就对啊，我觉得，除非他真的化太浓。为什么看我啦？不是，我在跟你就是寻求你觉得，哎，太浓的妆是怎么样？对对对，所以真的画太浓了，不然其实我觉得都还好，都还好。谁丑？别乱讲话。这个化妆，我那时候也有啊，我有一次有化妆，我好奇怪。谁呛你？要说白。看脖子也看得出来，看脖子也可以。因为脖子会有那个脖纹，就跟那个你要竖有那个年轮的感觉像，就是一圈一圈的。就脖子女生真的要保养，不然就是会蛮麻烦。是超前部署。好冷哦！谢谢笑笑，让我们的直播间来到了今日最低点，好不好？快把股票卖出去了，不要等了。卸妆水撒上去，那是怎样？那什么？是什么圣水吗？啪啪这样。你们不要理他就好了吧。你们看到我就没在理他吗？跨到领口，那要不要直接去跑人？好烂哦，老弟弟好烂哦。没有，好像他们也一样的概念啊。我想说，弄一下那种，只想要配合一下。可是你的粉底，可是你的粉底没有买，就是白点啊。因为有些人买的，可是你的，但我的脸差很多了。可是你看起来没有色彩，但我脸比较黑，我脸好像比较倒也还好。还有啊，午安，但是谢马尔基斯送的爱心小蛋糕 ，Hello 阿普友是选送的小浪花，马尔基斯变成白银三五了，我再也没有爬过那个。那个 low end 的积分了，我觉得对他就是有点难过。
失望失望。Hello 龙骑士，妮妮吃饱了，她刚吃完了。Hello 莎莎，大家不要理他了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多捐发票就好了。我真想不要理他了，你跟他讲话。再回他。那个杨红送的小浪花，又带好大明送的爆竹。我昨天不是说要把那个我的鲨鱼丢掉嘛，然后法就来密我说，可以给我吗？为什么要丢掉鲨鱼？对 ，Ricky 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谢谢冠伟送的爆竹，没有娃娃这种东西你不能洗，所以，好就是你洗了也不知道怎么弄干，所以你一定得换，不然你的皮肤就有危险。那长痘痘的话就爆竹了。谢谢杨然送的花之精髓，像你房间娃娃这么多。真的是很危险，谁在入侵我网路了？他老是想要抢我的，抢我的鲨鱼啊！他不是自己就有一只了，他可能想要一个海洋海生馆。可恶！我家里之前有一只大只的。香油，谢谢。七尾鲨鱼，哇，七尾粉鲨鱼。等一下开到整点，我再重开一次。那你给我，我可以什么东西？不要嘞，被拒绝了。松烟去寻宝，那个不行，你都鲨鱼埋松烟都是土呢，而且人家踩到会跌倒，因为会软下去，你懂吗？就直接拐到。陷阱的概念。谢谢妈妈，这次送的文手礼，陷阱梅还是陷阱鲨呀？送给乌鸦，那太大只了。因为那个，而且他只喜欢恐龙。已经烂掉了吗？嗯。你疯了吗？没有。妈妈会疯。我放弃那一只，很臭哎、欸。很臭。谢谢爸爸，今天送小浪花，太多了吧？是不是送到网络不稳啊、嗯？大哥，谢谢你啦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手会不会酸？谢谢。傻眼，谢谢，好可爱，他怎么这么可爱？没有吧？是他，第一次看到他，他好像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叶兰，你的手要被酸。就像被娃娃围一堆马上觉得是这样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那种感觉。可是我的就是我不喜欢很多小娃娃，我喜欢就是大的，就像抱枕什么的，就是我比较舒服。我没有说这样不好，我一直说你的皮肤会不好，而且狗狗你知道，它毛会插在那个娃娃上面，你知道狗那个毛是跟针一样，柴犬的毛是跟针一样会租上去的。你要记得去让它们晒太阳，就是杀菌。谢谢蚂蚁送的小浪花，谢谢叶兰送的香油。谢谢谢谢叶兰，谢爸爸。五五还会挑，对，五五很挑，很挑娃娃。谢谢妈今天送的小浪花，还敢挑？马二鸡一只，马二鸡一只，马二鸡一只，二鸡三，马二鸡一只。马二鸡一只好可爱，可是它叫声好吵。不过啊，吉娃娃比较吵。没有没有。吉娃娃真是我认识过最吵的狗，超级敏感。但我必须得说，我家狗其实也很吵，因为它是有点小朋友，有点童音。谢谢 Kusi 送的守护永恒的爱一集，不要乱花钱啊，傻眼。但那其实好像也没有比较好，因为他们送很多小的，然后叠在墙上也是个大的。谢谢 Kusi， 感恩感恩。用脚趾送礼物，那他的脚趾应该恶心了。不是，他脚趾应该很多肌肉，就是应该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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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摩吉，谢谢，跟棉被一样要晒太阳打一下，应景一下，谢谢。情人节，情人节在初三。
那时候我应该在阿妈家好吃懒做。他说说吉娃娃舌头已经吐左边，真的，吉娃娃的舌头只会露一边，然后几乎都在左边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谢谢大家送的情人节的礼物，谢谢开心的追踪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这个是我的 IG YU 7.74。情人节上班可恶，没有没有，我在那个在山上犯太岁啊，很常犯太岁。为什么？什么犯太岁？犯太岁啊，就是要拜拜。去庙里拜拜。我大学的时候，我阿妈就说我犯太岁，然后就是叫我拿一件衣服回去，然后她就是去庙里。谢谢 Cookie 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，谢谢。他现在又累了。今天的网络很不稳，应该是现在太多人在连网络，该打电话去问。不好意思，你家网络基地台是怎么回事？我才刚办哦，超凶。Hello 罗喉，生肖对到就会犯太岁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怎么看。谢谢马吉斯送的笔芯，那衣服就要一直挂在那个衣柜里。哦、辛苦了小易，上课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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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放假了吧，加油加油。他、啊、出门记得要戴好口罩哦。他每个人笑哦，嗯，好像也是。现在整理衣柜吗？算是吧。嘿嘿、欸欸、你 有吃又有拿呢。对啊，有吃够了。对，我属老鼠。哎，对，声音跟那个没办法同步，我等一下关掉重开一次看看，应该就会好一点了，因为昨天也是一样的问题。嗯，那我们有些是看一下那个特性，那 Mina 就是可能就是比较靠近一点，对，太靠近了，太靠近了。我跟 Mina 同岁啊，哦，看不出来哈，每次别人说，哎，我跟他同岁。看起来比较好，不是Mina看起来真是太年轻了，他整个人都很小，就是整只都很小只啊。我也想长很小只，哎、欸，我也想，我想要，我想要我的身高在那个五公分左右吧，我觉得160差不多，你就可以穿高跟鞋，然后站起来大概是170差不多，比较可爱。会开吗？重开我好像就要采购，真假的？好，我等一下重开跟你们说。来撒娇被嫌弃，没有，他是来拿衣服的。项链是新的吗？不要把妆撑到我衣服上。你有头发？这不是，这不是新的，这是之前那个硬币的，只是我把中间那换掉。至少清理一下，暂存清一下。哦，我有清过暂存。1996已经大学长了，没关系，我1996啊。Mina 明明才差几天就差七节，对。其实差两个礼拜吧，两个礼拜也还好。这Mina真的很可爱，她感觉很像这片绿草原上，然后唯一的一朵小白色的小花，小仓鼠，只是白色的小花，哦，很纯洁可爱这样。杀十四天的姐姐，十四天，嗯，就还好。姐姐。毒死你！那把水放那么远，这样你喝不到啊。我想喝你干脆放那。你家宠物吗？他是，哎、欸，他现在不是把那个大柱带回家吗？对啊，超可爱的。要来跟我拿，因为我家之前有养，然后有那个三层楼的那种。哦。然后他好像现在用在鱼缸里面吧？想说他到底还要不要？因为很胖。鱼缸其实还不错。很多养仓鼠都会买那种大鱼缸，然后去养。因为玻璃的话，第一它不太容易爬出去，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它耐久也比塑胶的那种亚克力板还好。可是就是没地方挂水啊。对，会把水淹到。就是
它有那种钩子是这样子，你就把它卡上去。之前有看过，很麻烦，要买。第一天直播超慌，真假的？这是要讲的什么？我刚没看到。算了，反正应该也是不怎么好听的话，往上滑好了。他抢到，蒙骑士，蒙骑士感觉名字后面可以加飞机了，我已经认定蒙骑士是推我的，我已经放弃跟这些坏人们沟通了。Hello， 博成，欢迎你回来。叫华丽年代，我说就是推很久了，所以我觉得你要更明显，这边的名字要改一下，加个七台飞机刚刚好。那不是女仆，那个是甜点的店员，甜点店店员，好吗？甜点师，女仆不是都黑白吗？你穿哪件？我告诉你，讲了他们就知道了。好吧，吉姆跟拉姆不是穿黑白吗？黑白是挡，不用挡。那个女仆啊，蓝色头发的，蓝色头发，大卡通都出现了。有啊，对啊。对啊，那个什么？我也突然想不起来。拉姆跟那个啊，我忘记这个动漫叫什么名字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吉姆、拉姆，直接打拉姆就好了。不是吉姆，是雷姆。好难，记不起来。有那个了啦。雷姆，好，我就是打了。你看，不是他们就会穿黑白，这才叫女仆装。女仆装，我的印象就是黑白，对吧？刻板。对，我就是走的就是刻板印象。可是我觉得，还是比较喜欢蓝色头发，吉姆，硬要叫人家吉姆。这吉姆好可爱，我以后的宠物要叫吉姆，猫咪想叫他吉姆，很可爱。吉姆，可是你骂人的时候超没有魄力的。吉姆，你给我过来！没有了，吉姆过来，吉姆过来，搞什么？哈，沙发可以这样抓吗？吉姆，哈，这样就好了。有没有想说叫他宠物餐厅吉姆，然后旁边人家就会笑了。吉姆，来啊，吉姆吉姆，吉姆吉姆，很忙很忙，而且嘴巴只能这样，吉姆吉姆，一直得嘟嘴，吉姆。你要改名字，你要叫吉姆吗？对，异世界，我刚才想说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啦？你是要吉姆了？要业配了吗？再过个，我看一下我的排版，再考虑要不要业配。对，换暂时不能拔。这是看裙子跟样式是吗？那大头大脸挂号吉姆。汤姆历险记，汤姆猫与杰利鼠，不业配没动力下单，你们都是压线仔啊！
好像重开了。各位大大，我要重开了，你们要耳机讲，你是耳机讲，我要重开了，你再等我一下吧。谢谢耳机讲，我重开喽。哎、欸，好，谢谢耳机讲送的214爱你，谢谢，谢谢。等你送完，送一个爱心。目前没有延迟了，欢迎大家回来我的直播间，大家好，午安午安。广告回来，悄悄只会开那个另外一个账号来看我。oh. Hello 阿冠，还有数学课本。Hello Hello。哎，每次吃这种东西都会吃很久。I'm back, I'll be back。我是贝壳，现在开个大灯来看我，然后装可怜，看他好坏。要欺骗别人感情。他是在看谁？为什么要看两边？是子萱吗？哦，哥俩丢，哥俩丢啊，俩丢啊哈。Hello， 嗯？哎、欸，这个是爱死吗？点不开，怎么办？它卡住了，挡掉。嗯。这个爱什么？好久不见呢、欸！一见就叫你七，最初只有他会叫我七，然后最后大家都不要带坏，坏透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雨过天晴留雨，留雨季，你是怎样？台湾国语是不是留雨？大家的卡片我都有收到哦，谢谢大家。我上次有去公司拿了一波，感恩感恩，谢谢。新年快乐！赶出家门有点想了，只是 我得帮他去按电梯，不然他下不去。所以我现在没办法离开这位置，我等下就请他出去，约莫在一个小时后。他们一直在问我说我们到底怎么认识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忘记什么叫什么认识，我们两个是同学，我忘记锁门前科在想。怎么锁门前科哪有生出来认识，太诡异了！生出来认识怎样？是多老了？对，一定得逼卡人下去。现在那些什么新年快乐？一楼也要逼，要都要逼，麻烦。除非你就要走那个楼梯下去，就不用。所以专情的我送的文手礼。我真的要让你走，好，从开窗户就降下去，就降下爬下去。Hello Happy Love， Hello Tony， 直播延迟了哦。你说哦，好像又没对到了，那我放弃，没办法。旁边的是妮妮，你可以追踪他的 IG， 他明就知道，哎呀。Hello Andy。太狠了，开窗户。昨天林杰来，因为林杰最后才到，然后林杰说：“我到了，是我要怎么上去？”然后马油说：“你往天上看，往天上看，我放绳子，真飞航模式，真的真的。”我要开飞航模式。
Hello， Hello 店长。手机整只重置吗？应该是不太行，因为里面还是有一些照片，舍不得删。唐法公主，嗯，这个有纸笔，恭喜呢！那我纸笔很难抽呢。叶落里送的幸运四叶草，刚换新手机了，那这是旧手机拿来开直播啊？可是听说13要出了呢。13四颗镜头哎，好逼真，有点太满。之后就这样整个，看你敢拿吗？他们之后变成跟 E 大师一样，整个头盔上面都是那个，都是镜头。你有新手运，新手运真的还不错，就是跟那个去打麻将一样，新手运。出门之后真的出了什么 iPhone 20几这样，一直出下去，应该是会有。对啊，他有伴侣，没有急着换手机啊。我觉得手机还不错用，虽然就是有时候会有点 LINE 的部分会有点延迟。是吗？对，我的 LINE 不知道什么很常有问题。你是不是常回手？没有啊，还好。常丢雨伞。你的雨伞要去哪了啦？好。我应该装个磁铁，强力磁铁。你就在我的雨伞上面放 GPS， 嗯，这样才找得到。LINE 的问题超大，哎，所以不是只有我的 LINE 问题吗？我最近的 LINE 都会有时候会收不到讯就算了，然后还会就是可能我看到这讯息，他三分钟之后才会说某某某传了什么讯息给你。哦，对啊，我的也是，我连 IG 都是这样。哦，所以不是我问题，还是 iOS 的系统问题？好像说11JP 有问题。是11，然后可以去看要有没有被召回去。而且洛丽松的花开正当时，谢谢，欸，很漂亮哎，欸，而且它的那个风格有点鲁鲁米的感觉，那个风格。鲁鲁米，可爱，谢谢洛丽，是一只很精灵，最近好像都这样，所以还好不是只有我的问题对吧？因为我怕只有我的问题，想说天哪，是不是真的要换手机了？开始存钱换手机。一个月存个2000-3000块，换手机就预备金这样。大家还没回去。Hello。晚点才要回去吧。你都说不知道学妹讯息吗？那真的不是手机的问题，就没有学妹找你。电话接不到，我之前也这样过。可是我觉得 iMessage 很难用，因为它没有可爱的贴图。因为没有可爱的贴图不行，我要可爱的那个贴图才能活下去。那我出我。Hello， 凯拉。错的脸。那我的桌垫呢？哪有？你还要掉东西下来？可以。你家写红包袋吗？拿东西。要写什么？可是我不会，我不用包红包。不用包吗？那你就写好玩啊。我可以给毛毛。可以啊。毛毛越来越高了，他腿超长。毛毛长得很可爱，眼睛很大。只是他现在越来越不可爱了，他变成的气质型的，很可爱啊。但他还是不会讲话。不会讲话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可是他妈很常跟他讲话。但是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点，是他说颜色全部都只会说英文，他不会说中文。好厉害啊！对啊，像他蓝色，他只会说布鲁。妈妈教的。他看影片吧，他看日文耶，我觉得超酷。
可是他就是语言能力超好，那但是就是不会讲中文。我也觉得，但蛮厉害，他也上语言学校。他们家蛮聪明，他应该可以。嗯。会不会滴水？宝贝，既然你都诚心问我这个问题了，那我就让他滴啊，就直接插上来这样。对对对，比 LINE 还好用。可是，可是因为大家都用 LINE 啊，所以就是习惯了就会跟着用 LINE。嘿呦，老公，嗨！你爸说听起来很脏，哈哈，感觉手黑黑的，感觉上面都泥巴，咖啡色。Hello， 功夫天王，你爱的吗 ？Hello， 啾，圆桌武士，我不是，这是麻将桌。在那边抽抽抽抽，麻将牌拿，拿掉一起翻这样，他拿牌吃的。然后不爽的时候拿牌子直接打下来。哎，不要不要这样！啊，真是又输了这样。嗨嗨嗨嗨 ，Hello 浪客187752。电动电动麻将桌感觉难说。今年还要写红？今天吗？今天没有。可是他可以写，他可以写给毛毛。你可以写个毛字。嗯。然后写臭臭。没关系，我有很多个红包袋，应该还有约莫15。Hello， 玲珑，你是武士，打一个眼睛什么东西？你是一对吧？啊，一颗，这样念一对还是什么？二筒，我也不知道，什么一对？哈利路亚 ，Hello， 小时候在旁边就等分红，真的，我也是，我到现在还是会有，好，好，好爽啊。现在得我分给我妈了，可是我都会只给，我会给阿妈，不会给我妈。我还跟我妈说，不要再赢阿妈钱了啦。而且他们很好笑，他说他们会就是，这次可能几个人跟阿妈打麻将，他们就会这样挑战每个人。为什么啦？然后就是放故意放枪这样，给阿妈赚。Hello， 浪客376782，你好呀。阿妈的买菜钱，对，阿妈的买菜钱就是这样赚来的。他好够瘦，你还可以按到。我们录着他，按不到。谁？我说我真的太胖了，他要检讨哦，制服会穿不下。我努力在减肥，最近都在减肥。皇冠，脚怎么没感觉？我因为我有吃那个徐丽丽，因为压到阿公了。还吃啊！我有，你们没有，耶、yeah. ！Hello 哟 ，Hello 放音流，他们打不进来。Chill， 鼻子好痒。你什么时候有平板的？大概是上周。应该是上周。是不是半夜无聊，然后买下去？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因为手突然变紧了，买了这个之后手头紧。因为平常也蛮方便的、啊，不止玩游戏啦，就是画画什么的，看剧。看剧我倒不太会拿平板看剧，因为画画有时候就要对那个比例，然后有时候出门，然后打电台稿的时候，用手机打很不方便。就用这个打比较快，因为想说出门都可以带着，想到什么就打一下。因为回桃园的话没有带笔电，就用这个打是蛮方便的。我是为了工作而买的，好不好？在那边说我是为了玩手游，才没有。虽然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、啊、但是我辛苦的时候是你们看不到的部分。对啊，打到半夜。对啊，台上十分钟，台下。员工，等一下，我的辛苦你们不懂，那还要被我翻，一坨，多了一坨人，一坨，这是一个人，一坨很可怕，一坨感觉是有五六十个躺在这，哦嘛，快耶，腿真的会断掉，刚刚不在抽卡，我已经抽完了，我已经失败了，我已经打了一场败仗。
太难过了，我没有抽卡的那个运，真的没有，好惨。多了一坨，一坨肉。要买个猫薄吸毒了，猫薄荷，一坨泥巴哦，一坨泥巴好像能接受了，这个单位量只是对的，只是有点脏的感觉。对，我不喜欢我家脏脏的，是真的，我有洁癖，稍微的洁癖，但我太懒的话就没办法，不是太懒，太累我就没办法整理，只是比较累到我没办法整理，我都会尽量把它整理了。我只要我自己身上干净就好了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你这样感觉你房间很可怕。才没有，他们都看过了。所以就是我不敢去他家的原因。哪有？我怕他房间太脏，我会受不了，我会崩溃。你都快来帮我收了。不要，我说不要碰我，我要离开这里的。你可以去碰我家狗。狗的话就可以，人的话就算了。但他们两个都会互咬，打屁股。然后他们说，嗯，没事，看来就是有点蛮脏的这样。才没有，笑死！可是我不能接受东西都没有放在柜子，因为我是那种眼不见为净，懂吗？我的房间已经够挤，我的房间可能还比你挤耶，然后我只能塞柜子。就是我只要全部塞在柜子，然后外面干干净净，我就可以接受。嗯。还好我房间的收纳的空间算蛮多，不然它就会整个爆炸。虽然我衣橱就已经爆炸，不然你不会出现在这里。对啊。有太多衣服要给他了，真的，我刚搬来的时候明明就没有这么多衣服，然后现在就是他已经有点慢慢的堆叠起来了，已经超过那些小框框了。谢谢，聊上的新春灯笼，感谢感谢。有没有跟那个小林他们家一样，打开柜子全部爆出来？是不会了，去你房间买，应该是不会。那你家好远。对啊，我家超远的，你家太远了，我不想过去。连安安都说我绝对不会来住你家的那一种，被嫌弃爆了。对啊，一个台中人上来台北都不嫌远了，去我家就嫌远。去你家，你不是下车之后还要就是搭公车？对啊，很远，然后还要再走路。你看，麻烦死了，很瘦哎、欸。刚刚还以为要不是衣柜爆炸，现在你研究被塞里什么东西？你快点 ！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只要我叫你一声姨，然后就塞进去了。他不是打扫妹，他是来这边拿衣服的，好不好？讲的好像我亏待他一样。但也是来打扫的。其实多远那嫌弃，就是一个遥远的地方。对啊，像乡下的地方。啊，前面物体只有一只眼睛，两那这样子有没有两只？你好大，还要上，什么意思？好抖这样，不要抖，最后一双比心，他是来抢衣服，他抢劫的。我来清空妈妈的柜子，然后她可以买更多，然后再过几年后又在我的衣柜里。我又最好像是有人留言，就是在我那件衣服上面留言说，我相信过几年之后就会在你身上找到这件衣服。对，哎、欸，那时候很好笑。那的贴文，然后上一天是你的生日，然后下一天是我生日的直播，然后我们两个穿一模一样。哦，对啊，我觉得你这样跟我选同一件衣服，我真的是乱拿。而且那件衣服我就穿那一次，很穿，蛮浪费的啦。啊，不是哈、哦，它没有很贵，它没有很贵，像我衣服都穿。而且这种衣服就是你在特定的地方穿，就很难再穿出来，因为他们会很有印象。管他的，像你拍那个生日周边那件衣服是我前年生日会穿的，物尽其用哎、欸，而且都刚好生日的时候拿出来。可是我现在穿情人网上的玫瑰，对啊，我就蛮傻眼的。我说哈，你真的穿这件？哦，好哦，哦好。桌子感觉不错，哪里有卖？那你去 TP 买。对啊 ，TP 有很多周边可以买。我觉得应该不用过几年，过几个月就看到没有啦，好不好？太快了。看到正气，就见到了。没有啦，你都不用逛街买衣服，没有啦。欸、我很想买，好不好？我要买都偷瞒着我妈，偷偷买是吗？对啊。是你学校不是要一直就是表演服？对啊，然后就被我妈
感觉蛮麻烦的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读幼保，我们要一直买一些就是材料，什么纸啊，然后或者是粘土，或者是一些有的没有东西，然后就跟我妈请钱，我妈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些？不是有了吗？可是已经用完了，还要用完用不快？上次做那个很大，好好好，不是比较好的是，不对啊，我觉得买那些东西好像也没有比。对啊，因为其实你要买好双面胶、泡棉胶，然后白胶，然后保用胶、各种胶，光胶就有五种哦。然后纸类又各种不同颜色，然后大张小张这样。突然觉得我应该更麻烦一些，拿那颗高中的时候好就这样。哎、啊欸，但你还蛮对啊，不后悔。今天就会被捡走，什么东西？把虾皮跟淘宝，可是我觉得淘宝我还好。什么卸载？可是我也很少在买东西，我觉得虾皮比较方便。对啊，因为淘宝还要集运什么的，我不太，就是我比较懒，我比较懒得集运。但其实他每次从那边送过来的。对啊，都差不多。然后他上次不是还买吗？对，最常听到我妈说这种话，而且我高中半夜在做教具啊，然后我妈有时候都会陪我一起做，她觉得我做不完。那时候就是边听实况，然后就是边开始做教具，然后就会听，就是看到半夜这样，然后看到什么4点5点，然后睡一个小时之后继续学校，超惨的，真是没办法这样。整天都在动，所以是会累到没有办法动的。我们会累到没办法动，然后回去还要继续做功课。对啊，我们有时候会跳到半夜。看旅行是生活的动力，真假的，觉得很害羞。谢谢陈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不会不会，动一动，粉丝说的才有动力。对，我的歌是姜饼人王国。Hello 熊熊。今天会回桃园吗？不会，我会回台中啦，但详细的时间就是不告诉你们。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。还不能回娘家。娘家？谁要回娘家？回娘家是等于我要嫁了，我才能回娘家，傻眼。这什么词啊？人家身份证上面还是配偶栏是空的，好吗？谢谢冠伟送的真情告白。实况是作息破坏者，真的。教具蛮花钱，超花钱，超级花钱。我那时候花最多钱的应该就是买文具类，就是光教具还有文具，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文具控，是这样讲吗？现在还好，之前是狂买贴纸，因为有时候会写日记，然后就会买很多贴纸贴，或者是一些东西这样。就写日记这个就是要很远。对，没有，因为高中很无聊，你上课也很无聊，所以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来写日记，然后就会被老师没收，那你就会求老师，老师不要拿我的日记这样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也拿过，对，数学课，啊不是，我真的是听不下去，会睡着，数学课每次都写到，然后再讲第一章都写到第二章去。太无聊了，各种的东西，没办法。上课不玩 PSP， 不好意思，我没那么有钱。我这个穷小孩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这个平板也是我贷款买的，我借贷。太少了，这只所有的买全，没有，就是文具是可能是荧光笔或者是一些笔类，然后我会分很多颜色，因为。那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，我很喜欢写重点，然后我的课本会是彩色的，大概是这样的概念。姐现在有跟爸爸那一边亲戚在联络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爸爸那边，就是姑妈、大伯那边吗？有啊，他们今年会，因为我们没有回桃园团圆嘛，所以我们就在我阿妈家见这样。跟七爸借贷，对对对，我又跟他说为什么我要买，不然我拿这个回去的话，他会傻眼，又花钱，赚钱是请你这样花的吗？所以我有先讲过说，我需要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买的，
Hello Hello， 谢谢呱呱分享直播间，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帮我分享出去，或者加入我的粉丝团，因为加入粉丝团的话，好像会就是热度会比较高。练习本本，什么练习？说什么叫练习本本？然后我之前骑队的那个站位表就是彩色的，而且它是很小本的，因为要塞在口袋里才看站位，还会贴了一堆贴纸，这样超奇花。还要跑粉详细？不用，我有什么方案吗？太麻烦了吧！谢谢恋恋分享的直播，需要原因，我要建造我的王国，建造超王国。不行，我的王国叫雨过天晴。是雨晴的王国，因为他偷打我朋友，然后我朋友才刚玩没几天，我说我用13秒打败你，他说你不要欺负玩两天的新手，我说爽啊，等下要另外一个再打，然后你用这个打，爽啊。我跟我大学同学就是会一直交换游戏玩，就是我找到什么新游戏，我就跟他说，哎、欸，玩这个玩这个，然后我们可能有些是3分钟热度，然后可能会玩很久这样，我们就会疯狂找新游戏。我就是每天都在逛那个 App Store， 现在玩最久是 Call of Duty。我现在玩的最久应该就是 Instagram， 好像也是哦。我现在玩 TP Online， 看不出来吗？我已经玩了2年多了，我还做1年多。对，你还蛮久要玩的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希望你可以玩个10年。那你当10年偶像还不错啊，你这才26岁。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。不行耶，10年偶像听起来很厉害，你不觉得吗？是有点偶像。哦，我没有玩 Coin Master， 对不起。现在是浪 Online。这里有梅子，赶工作出中。你是为这个而来的吗？跳进。谁是中女？其实有什么建议的好玩的游戏吗？我就要看欸，如果你喜欢 RPG 类型的话，未来战很好玩。那未来战你玩的话，我建议你手抽要抽小林跟小林或伊丽莎白 SSR 这两只角色是最好的，然后最好再带一只金石出那只狙击以及一个捕师，这样是开局最好的。那个是 RPG 手游，我觉得目前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那个。然后再来商品人王国是属于比较放置类型，就不用动脑，对，就一直点点点点点，然后都很可爱，我蛮疗愈系的。我现在比较喜欢江彼人王国。对对对，10年偶像，我10年，如果当10年偶像的话，我才24岁。如果你喜欢那种连线的话 ，low end 啊 ，low end 赞 ，low end 赞。烂的等级是多少呢？我已经乘风破浪77等。Hello 092，这是你的电话吗？不要念出来好了。不是买平板研究游戏，我是为了打电台稿。这个游戏只是附属品吼。附属品。Hello 悠悠，国军航来什么东西？不可以这样，我练。阿晴有帮阿姐庆生吗？有啊，我们昨天先提早庆生了，所以昨天露露在家里直播会这么吵，原因就是这样。他在我们家折腾了，我们玩到11点12点，我很怕就是邻居来敲门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打开牙齿，我庆生啦！阿伯学庆生啦，你吃鸡能够不？甩了。哪有？我现在才24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觉得24、啊。不要，10年的话，我24，我进来的时候14岁。我说现在开始，如果有加钱，没有加钱，面包钱。谢谢洋葱送的爆竹，一脸无奈，想不到最冷静是他，他真的很冷静。邻居是这间真香，邻居简易，我已经住边间了，场面再没有邻居就很好笑了。只会一边来敲门，他有离子，就班楼上也来敲门，不要吵的，安静，聪明人在拿那个扫把出笼。你太吵的，我真的太高了，有点戳不到。太长，不要，那戳出一个洞怎么办？修这感觉很贵，被偷窥了。不需要，感觉是我们比较容易被偷窥。
不要折手，手有点粗。你跟阿姐同一天生日，真假的？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对哦，我说我要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耶！谢谢分享直播间，那是你朋友哎，他来了。我说我要叫他，我又忘记了。他只剩三十分钟可以看。蛋糕不用分一下，会分他。我今天我刚刚才请妮妮帮我把上面的 Happy Birthday 拆掉了。对，而且我们买不到紫色的那种 Happy Birthday， 然后那个是终于找到，对，而且那是迪士尼公主，那是苏菲亚小公主，所以很贵吧？如果没有没有，它其实蛮便宜的。是啊，嗯，然后我们还买了 Elsa 的庆生帽给她。我现在可以拿去 给我的邻居，那蛋糕还没吃完，不然吃不下。我昨天吃半，就是很小块，我就不行，我要死掉了。三十抽中萝莉莎呀，傻眼！我真的是未来站超级超级超级非洲旅客。你干嘛？他生气了吗？朋友不要生气，车车不要生气。几寸？六寸，有超大，超大的。没有那么大，那是八寸。我的手掌。我们真的吃不完那么多，你知道？每次我们因为我每个月都会帮，就是因为每个月都是有自己练习，所以我们都会帮那个月的人庆生，然后我们就会在练习结束之后就会买蛋糕这样子，然后我们都会买六寸，我们的六寸是十二个人份、嗯，结果我们现在六寸。是四个人分，现在还剩一半在那里，在冰箱里，真的吃不下。我们上次那个有吃完，我的。哦、oh, ，好吃吗？好吃啊。那什么蛋糕？哦、oh, ，我以为想说你说那个生日果。啊，那个有分完，那个还不错吃诶。那什么口味？它是巧克力，但是它是那种苦甜。啊，那很好，我不喜欢。还有，哦，那蛮好吃，我觉得好吃。然后还有草莓，上面还有草莓。好爽。昨天是那种布丁鲜奶油蛋糕，我真的吃不下去，太腻了。可是那个蛋糕有点碎，就是碎。哦，你说它不是那种很一体，它是比较有点，我觉得是不是很像布朗尼那种？对。嗯，我懂，那种蛮好吃的，我也蛮喜欢。分我们好拿去抽蛋糕，加抽红包袋又要抽蛋糕，傻眼。好笑，他嘴什么都，他不生气。不要这样，我很温柔。欢迎阿当，恭喜你成为了白银。谢谢阿当送的爱心小蛋糕。反正就是，如果因为看了某东西养了那个那个可爱的宝贝的话，就是要好好的照顾就好了。嗯，万物皆可抽，我抽空气，大家要不要？虽然我们是真的有送过空气的，蛮幽默的。对啊，送阿里山上的空气，没有送我们的空气，好，蛮特别的。抽，为什么你们抽到罗莎莉啊？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抽到？要抽个三次哦！不信邪，最后的三张。是 SSR 这个光，这个光，还不敢抽。这个光，等一下我怕出来是别枝啊！怎么办？你要相信自己。你每次都跟我讲说要相信自己，很亮。啊！优美，怎样？你有是不是？我没有这一只，但是我不想要这一只，是优美啊！上一个活动池的怎么上一个活动池的怎么是优美？我也是罗莎莉啊！啊，大哥，好像有哦，有又有点飞，你可能那个界限边界的部分。
好哦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词我只剩卢米跟罗莎莉亚没有抽到而已。谢谢啦，谢谢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找喵我也没抽到，夏琳也没有，嘉恩也没有。嗯，好难过、哦。但你有我了，重要。要不这个？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在旁边干我什么事啊？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有总比没有好，好不好？哼，三抽可以抽到一个 SSR， 不错。喝咖啡压压惊。傻眼。嗯。没事没事，可以的可以的，我的心小心脏目前或许承受得住，但想哭却哭不出来啊！要打一下，走开，还是要吃洋葱？这个人很会演哭戏的，很恐怖，我也是。我们班很多人可以去演三秒落泪，真假的很棒哎。现在小孩压力是不是很大？是压力很大，是压力很大。傻眼，姐抽不到脸，是因为老实说，我真的脸都肿了。然后我们昨天玩到就是压在肉肉身上，超好笑的。他说：“请问有昨天被压到地板上的影片吗？有，我现在给你。”我们就是笑啊，然后玩啊，然后林杰就喜欢，因为林杰笑的时候就会乱倒，嗯，他会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出现，头发这样甩甩甩。对，下午好，牙素，肉饼，对，肉肉变肉饼，要不要变肉饼？走开，走开。画面太美，因为最好笑的是那时候林杰走路走路走路，然后就这样抱着，然后就把我压在沙发上嘞，直接把我就是抱在沙发上，我说这我对女女没有兴趣，我对女女没有兴趣，放开我这样，然后就这样子看，感觉很好看，然后就这样又被绿了，傻眼，而且平常都是他绿我，他跟家人对，然后就这样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谁来救我？所以那我也要，很夸张，我不要。是穿穿穿送的枫叶。那我们之前也在讨论说谁配谁很可以，因为现在不是我们团蛮多 CP 吗？就像那个云爵跟法法，这个 CP 感也很重。然后我想说，天哪，那我们就在看，那林杰配谁比较好？然后我们就帮他找了一连串，他都不行。然后昨天他就是压完说，马友说，你配七七好像也可以，不要。我对这个没兴趣，然后就在旁边狂笑。然后那时候跳公园的时候，直接把他撞出去。没有，那时候就是觉得太荒唐，旁边一直笑这样，他把我抓起来。被拒绝，正常正常正常。他不拒绝才怪，水啦。闹哎，很可怕哎、欸，昨天你一玩就会变成这样子。家暴 CP， 哪里？165 CP， 我们这组165好多，你的确是家暴啊，我是被家暴没？林杰车车，林杰车车撞我，看他听什么歌 ，CP， 感觉我们到期都没有。我们二期没有 CP 吗？有啊，有一个跟一起的，卢卡的影子。哦，还有那个啊，那个谁，祖祖跟那个婷婷，也算是他们也是 CP 吧？他们是啊，他们是、啊。这对我也觉得蛮不错的。那一对超可以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很棒。尤其是独自住的时候。爱情怎么了吗？在玩什么？没有玩什么。你说我们昨天嘛，我们昨天就是他庆生啊，然后我们拿蛋糕抹他的脸。金牌。宜家是什么？宜真跟
还是什么宜家算食品？宜家什么？我想不到。彗星炒面也算，对对，是那个吗？卢卡公平的家的家吗？哦，所以他们把家打成那个那个那个不是那个家、啊，啥呀？那是哪个宜家？嗯，宜真家不是吧？他们算吗？他们也没有到很长一起在荧幕前。他们是 CP 吗？他们之前很早就认识。哦，很早认识，但他们不是 CP 吧？不是。谢谢连静的追踪，可以帮我拿下侧面右边，然后化妆包吗？这样不算吧？安安，右边有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安安应该是跟白饭了。安安跟。淀粉类，他应该是跟那个谁啊，熊妹，有一点，对啊，安跟熊妹也蛮 CP 感的，他们比较像朋友，对，他们都像朋友，安真的超可爱。笑笑旁边排队了。谢谢，我真的好辛苦，送文丑林，还好吗？你真的很辛苦吗？现在放假有没有比较不辛苦了？蔡安跟白帆很搭，都是一起。你说什么都是一起？安安是二期，过年玩玩乐吗？会。笑笑就得出镜了，有没有不辛苦了？开心过日子，对自己好一点。我觉得好像灯光变黄了，开白一点。然后我要开到这边，超亮。Hello 佩勋，白饭 CP 是安利吗？安跟栗子，对他们，应该算吧。运气好吗？不太好。可以绕三圈，方便。我要拿一个哦。啊？旁边蹲的你。安跟李明事故 CP， 事故？为什么？李明很事故吗？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蛮事故的、啊。安是的确失误吧，安是尴尬，他是尬妹，尬妹，失故偶像。我其实也蛮失故，我直播很容易失故。有吗？有，我很常把东西弄掉。不然是，不是，就是东西会掉下来，或者是什么东西倒下来，我就啊乱叫这样。哦，很常。还有在玩撸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失误。二级生未成年事故组，我没有算里面好吗？尬妹，一期间没听到，没有，我们这组就是比较尴尬，我们这组是自带尴尬，尬台妹，尬台妹，屌妹，尬台妹，尬台妹，然后尬掐之类，还在自己的身体上对。哎、欸，但是这个事故有点大了。这不是哦，这不是自己撞，我自己撞的都没有那么夸张。事故性。但我其实很容易就是受伤，很容易淤青。所以才叫淤青。真的，尬人看真的。乐乐家一家安安尴尬。一家不会，乐乐跟安安真的是尬。尬起来。做会来嘎家，我什么一种很香的味道，有点洗的东西，洗东西的味道。你说我的芳香剂吗？在门口那一罐，是吗？你可以去闻闻看，你可以批判几，我不知道。应该不会是我身上，我还没喷香水。不是，就是你在弄头发，我以为是你。你有没有很香了？那是发油的味道吧。等一下要不要玩英雄联盟？应该不会，因为等一下要就是整理衣柜。嗯，我来帮忙折衣服。可能看到你命中注定淤青，所以觉得容易淤青。
是叫雨晴，不是吧？反正我的名字是我们家就是这样顺着取的，我们家就是什么雨这样子，然后好像是选了一个字之后，发现我们家完全不一样，是晴雨晴。我弟弟会叫雨阳，太阳强。我妈说，如果有的话，但他生两个觉得好像太多了。原本如果我生男的话，我就叫雨阳。嗨，嗨，刘雨阳。大概是这样，你要开始挑刘雨阳啊。鸡羽毛，先吃饭。我等一下，我15分钟差不多。我应该整点关，对，整点关。没有逼到，结果发现健保卡。我常常就是在掏在捷运站，然后掏那个就是 B 卡的时候，我就会下意识拿着我的钥匙，而不是这个，然后去拿我的那个有卡一样。这个是那个阿杰撞的，雨阳是同学的名，真假的？他阳不是这个阳吧？这是杨妹妹的阳吗？不可能吧？这太可爱。难怪你叫晴。雨停之后，雨晴再去开。你家是有故事的。你家没有故事，全部乱取。然后就会叫我的时候，就叫其他两个名字，叫完之后才会叫我的名字，都这样。好，那有时候直接叫错，然后说我是林嘉玲，然后再看桌子，还要自我介绍。我知道，年纪大了就更记不起来。我说三个名字再很不一样的话就很难记，而且我们是完全没有重复任何一个字类的，就真的记不住啊。然后我阿姨跟我姐的名字又很像，然后我妈就会直接叫成我阿姨的名字，超好笑。然后我姐就会说我不是阿姨。傻眼。Hello 哭，很多同分的差一个字，辈分取名。之前之前的那个年代好像也是用，就是中间的字或者是尾字。然后我就白点。你是黄？对啊，我是黄。这不出门吗？不出门。Hello 阿哲 ，Hello Lolly，Hello 玉超，突然卡，没有，他一直都很卡，习惯就好，我已经正在习惯这一切了。我想习惯你短发，他们觉得怪你长发样。为什么？我说看到你长发样，不会认不出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上次就是陪我朋友去买的，我超抽纸笔。这谁呀？你看啊，是我哎！这边倒看不出来，这是我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时好时坏，那大家习惯一下吧。觉得抱歉，不能屈服。哎呦，我的浪每次都卡卡的，翻到哪都。现在这首歌是美人鱼，然后是蔡恩宇的版本，就是 EDM 的 cover， 所以大家想要去听的话，可以搜寻美人鱼，你就可以找到。那这首歌原唱是林俊杰的，对，是 JJ。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，那是阿哲，那是周星哲。谢谢玉特分享直播间，认不出自己。真的，就是你长发跟短发还是有差的。最近看到我长发，当然就有点怀念头发长的时候，因为就是可以绑很多东西，可以弄很多造型。但短发是个很方便的，就是。那想要不要剪短？要剪剪多短？不知道，可能要剪回来吧。现在这么短，剪到这边，那是假的。就是你那个发型剪那个剪都是长型，对吧？之前那个张博老师就说，我帮你在里面烫玉米须好不好？你头发好扁啊！我是不用烫，你是很需要。你可以分一点给我。我也很想。你喜欢我唱，谢谢。有点害羞，那个没有好听。不到一点就没有。Hello， 本完美子。我是去年四月剪的。我忘记我什么时候剪到这个。这里然后就很都好看，谢谢
天的人号送的爆竹 ，Hello 张白蜡，新版动画不好看，傻眼了，那么可怕吗？谢谢原来送的枫叶。我觉得它这个长度有点困难，它可能会外翘。因为我只剪过一次短发，是我小一、小二的时候，然后主要脸很圆，他们说你可以不要剪短发了吗？可是剪短发可以遮脸啊，就它因为太圆，遮不住。原来，嗨嗨，陈云落雁回来了，看完直播再吃。然后再两分钟关，再小聊一下。谢谢玉特送的爆竹，现在也什么？谢谢夏夏送的文手礼，你可以把礼物留给你的直播间好吗？没关系，妈妈不会养的，我不养他。对不起，是咖啡太苦，还是要脏东西？你长真眼了？哪里哪有？谢谢游戏手送的文手礼，帮人好补字。什么？看到的就被气痒了，笑死！泥巴，好温馨，什么温馨？想唱歌的那个讲麦克风。我们为了练习要买麦克风，知道？但是我每次拿麦克风都卡。要习惯啊！等一下是妮妮，谢谢柠檬送的幸运四叶草，他要来陪我打扫，就是整理衣柜耶。我衣柜真的是最所有整栋来讲最需要整理的地方。我每次折一次，然后有时候出去工作，然后要找一次衣服，就会就全部搬出来。对对对，全部放吃的。哎，真的是很难哎，有时候要挖里面的衣服，哪一些在哪里的？直接床上堆一座山。对，已经经历过了。对，没办法啊，衣服太多了哦。到时候太累，然后可能床上有衣服，我就会直接先折好，叠上睡觉。不行，我不能，我再累也要把它折好，因为我是双人床，加大。不行，不行，接受。嘿，我不行，我没办法接受这样。能够无限生长衣服的地方就在椅子上，但也不会超过十件。就是不能太多件，我不能就是它看起来很蓬，就很高什么的，我看起来就觉得很不爽，就是很脏乱的。买个180的，结果突然变190，自动长到10公分，哇！还在等大人呢，会把其他衣服都试一遍，不会了，好亮，有一束光。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？是我。哪件衣服可以拿？是妮挑的吗？不是，那是我挑的。怎么可能是我挑？是绿光。我倔强笑容。哈尼。还没。我要我想把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，我要我求和命中快要失去的应有，我要我为你找到更好的那一个我，幸福像星火，一点就足够了缘情。先换一个什么红白应援吧，上去拿新衣服。什么？没有跟到，可恶！没有呢。哎，我好不容易没有破音。上次，永远忘记不了上次的功力。超值比，恭喜！谢谢。今天两个人帮你鼓掌，很棒很棒。孙燕姿的歌吗？他最近没什么新歌了。风吹过，远远的心像快坠落，就只有我们看见的闪烁。干嘛？干嘛？
就用我。我要我身上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。什么都放嘴巴，几岁了？用户有什么不一样？大小气，跟颜色，颜色不一样吗？哇，人家全白哎，谁会长那样？你看，好像是，会反光。小朋友好像可以长大了，可以长大了。好，这首歌播完就要关直播了，那我来感谢大家一下，钻石排行榜。我们要跑一下日榜。好的，第十名是空空，谢谢。第九名是杨雄，谢谢。第八名是 Ricky， 谢谢。第七名是陈，谢谢。第六名是马尔基斯，谢谢。第五名是叶兰，谢谢。第四名是耳机酱，谢谢。第三名是姚，谢谢。第二名是洛璃，谢谢。第一名是 Kusi， 谢谢。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年年有余，健健康康，大吉大利，扭转乾坤。看你可以讲什么歌？吉祥如意。啊，还有一个橘子做的歌词，可爱啊。别人写的，你去买，我觉得很可爱。那这个七是你写的吗？不是。拜拜，谢谢空空送的掌声鼓励，祝他新年快乐，好香哦，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我有洗澡，我也有啊，我有洗头，我有洗头。你会不会每天？不是每天洗，要看啦。不是哈，没有出门就会比较洗，我怕我手一点。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遮的。贵妇笑，真是讨厌。哎呀，自带风。好嘞，就旁边。拜拜拜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发大财。拜拜。对，要关播了。拜拜。